看这一题，它如这个图哈，圆 ABC 哈，半径一个是9，一个是6，还有一个是3。好，那他说哈，圆 B 哈分别跟 A 跟 C 外切了，那么 AC 长多少 ？AC 长度哈就一个9。加 B 的直径是12，6乘以是12，再加 C 的半径3，所以这样应该是24啊，这两个加起来12嘛，24，所以答案是24。